投资者参与科创板，可以直接进入科创板来买股票，只要符合2年加50万的这个要求，也可以通过买入科创板基金来参与。监管层是建议投资者尽量通过买入科创板基金来参与科创板的投资，因为个人投资与科创板基金呢，确实对个人能力有很高的要求。他要求呢，投资者要具有比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。第二呢，要求投资者会自己选股。那么第三的话呢，个人投资者要具备比较好的心理素质，能经受股价的大幅波动。而大部分投资者实际上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，也没有这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。所以建议，普通投资者，包括达不到50万门槛，以及即使能达到50万门槛，也不具备相应的选股能力的投资者，买入科创板基金。